我收徒弟的话，我首先得先了解你是干什么的呀，然后先了解一下。这一刻，心坠落在红尘，或许只为跟你能相逢。曾有一个轻轻的转身，相约归来，有谁在等？回首虽多么过于心疼，说好执手相伴到一生，记忆年华错付了永恒。夕阳西下，独留一脸残梦。啊，我的情深你若懂，又怎会给无言的伤痛？一见泪眼湿浓，再见一寂寞相拥，让思念又在风起云涌。其实收徒弟怎么说呢，这个是要看怎么说呢，看缘分的。我个人是觉得，因为怎么讲呢，就是我觉得就是很投缘的话，就好，跟其他的那个什么费用啊什么没有关系的。其实回首最多么过于心疼，谁说执手相伴到一生，记忆年华错付了永恒。夕阳西下，独残梦。啊，我的情深你若懂，又怎会给无言的伤痛？一见泪湿浓，再见一这寒冬，跟寂寞相拥，让思念